Newhappy 在海盗梯子当中再下一层，十一个淘汰，再次拉开与头部队伍的差距。哎，这我当时说实话，我脑子是有一点懵的，就是本来觉得这一波天霸机会来了，结果 SMS 前点位两个人根本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直接给天霸冲了。主要还是因为那个。